同埋可能我高咧，啲人咧唔敢跟我啦。即係高，你已經即係我喺人群入邊都已經望得到噶啦，即係唔需要特別跟嘅。咁但係以前都會有時候，可能係啲活動完咗，可能會有好多人一路跟住。但係我有試過一個係佢不停同我講嘢，但係講嘅嘢係唔關我事嘅。呼呼，眯埋讚，聽到讚自己高嘅女聲，就即刻諗到陳嘉桓啦。佢同魏晨曦喺尖沙咀出席活動喎。同場仲有好打得嘅唐子睿，我知道阿 Rose 都有學開呢個詠春，都好打得噶喎。有冇人叫你去參加下呢啲格鬥比賽呢？我嚟緊啲時間都呼曬我，我冇時間去參加，因為一參加我都有聽佢講，就其實要操同埋你係九個月唔可以接其他工作嘛。咁我自己又咁啱之後嘅工作排曬要翻國內，咁所以我話真係唔得啊，冇時間啦。即如果你有時間，你會想參加嘅？如果有時間都可以嘅，挑戰一下咯。因為我見佢哋個個都真係，即係同埋你會更加俾人感覺到你本身自己嗰個形象係點樣咯。